这些钱呢，你就拿去买你想吃的东西，不用省啊。钱钱，嗯，都是我的钱钱。对，快收好，收好，收好啊！走吧，小叔慢点。路上小心啊！我知道了。这个呢，是云公子的，这个呢，是陶大人的，剩下的都是我的。为什么他的比我多？因为阿范姑娘不必在意我，这些钱你自己收着就好。真的，云公子，你真是太好了。她是我的女人，别打她的主意。我知道，所以你们要好好的，千万不要因为我心生嫌隙才好。既然如此，就不打扰二位了，告辞。 那个，你刚才在云公子面前说那些话，不害羞吗？我说的都是事实。你呢，说话要算话，不许骗我，不然我就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